你在这找什么？找吃的呀。找吃的？嗯。这里面有吃的吗？嗯。这里面没，这里面怎么会有吃的？你去找了怎么知道呢？你想吃什么？能填饱肚子行，还是你管不了那么多的？这我丢了那个鸭子饼干，丢了五块钱，去不多了。一天一做呀，哎，手机忘了，你没办法，天天放。这个水喝没水，我给你拿来没水。有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。那你晚上住哪里呀？啊？你晚上住哪里呀？我有地方住，主要是没钱吃饭，知道吧？我现在也不敢回小区了，回小区出不来。哎，你把我那个泡面拿给他，我刚泡的泡面，我刚泡了，我一口还没吃呢。好谢。哎，我刚泡的泡面，我一口还没吃呢。来，快，走。不让他进来，他不进来。你哪里人啊？啊？你哪里人啊？我临泉那边的。临泉的。嗯。我操！你没吃的，你也不能翻垃圾桶啊！那年轻人，我操。这年轻人，你不管都。啊，对。你不管到哪里，你给人要一点，他人家总会给你的。这我刚泡的。啊。谢。好多话想要说，好多话忘了说，好多话不能说。